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生活千百滋味。在高科技突飞猛进的今天，越来越多的智能产品不断问世，为我们平淡的生活绽放出惊艳与新奇。在日本，有一家科技公司为广大的宅男单身狗们制造了一种老婆机器人，陪你聊天谈情说爱，从此告别寂寞空虚冷，走向人生巅峰。日本发明的这一款虚拟机器人是一个蓝色的秀发，身穿迷你裙，过膝袜，是一个长腿害羞的萌妹子，住在一个类似咖啡机大小般的玻璃容器里。它拥有最顶尖的全息成像技术和多种传感器，每天早上会定时叫你起床，在你出门前为你查询当天的天气情况，出门时会给你一个甜蜜的告别，在它寂寞的时候还会主动的给你打电话发短信，接连按下居键按钮后，你就可以与它对话，你越多的跟他沟通，他就越懂你，并且为你提供感情上的支持。当然，作为智能产品，它还能遥控家里的电器设备，还具有面部识别的功能。当你晚上快下班的时候，它还会贴心的提前的开亮家门口的灯，进入家门后会给你一个甜蜜温馨的问候，让你不再感到一进家门就冷冰冰的，甚至还可以讲故事哄你入睡。可以说，拥有了这一款机器人，简直比你娶了一个贤妻良母还要值。不过美中不足的是，它在全球只限量300个，预计一个售价17000元人民币左右。你心动了吗？好了，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的朋友请点击关注我们吧，我们下期再见。